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这个是青江菜，之前播种的啊，比较密。那现在我要来做移栽用，那移栽用的话，我们就用比较密的稍微疏散来做移苗就好了，移栽啦。像这个啊，这个是不是比较密？那你不用说啊，一定要就直接拔起来就好了。你拔起来，它如果有带沙土，有带土那更好；如果没有带也 OK 啦。如果我们没有带，下面有土的话，那就是说你不要，最好不要在天气热的时候去移植。那就是说最近都比较阴凉啊，然后或许有下雨或者没有下雨，只要是阴凉，不是天气有太阳热，你移植都两三天它就存活了。那就是比较密嘛，那我们就直接要拉上来就可以啦，它还有带齁、哦、就这样子比较密的啊，当然移植是能够比较大颗的，就这样子拔起来啊啊，我今天要的量蛮多的啦，你可以选大颗也没有也可以啦，就是说尽量把它疏散掉。我们这些苗拿出来的就是要移植用啊，这个很多嘛，那我们要从头顺序这样大概梳过，哎，这边梳起来啊，那太密的地方稍微做一个，就把它弄出来空间，这样拔拔拔，顺序这样子，才不会说、哦、我要这边一次把这边拔掉，那后面空间太密，那你不做这样抽剪的，抽起来啊，那空没有空间，菜生长就会太挤，对生长不好。那我们现在既然要移苗，那就是说用这种动作从头到尾有顺序的跑过一次，它才有空间啦。那一般我们这个种下去啊，就大概一个手掌打开以内的距离就好，不要再大了，这样差大概、哦、有可能也会有大小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种就凭感觉大概的距离就好了啊。这个像这种种好啊，这个就稍微给它带平就好了，不要落差太大啊、哦哦。那我们像这个啊，一般我们要移苗自己撒的种子，这个有明显大起来，像这种其实这个就可以移了啊。像这个是叶子损坏，这个一叶你看下面有两叶啦，这个就不要啊。基本上里面还有四叶，小的刚冒出来，一般四五叶以上就可以移了啦，两三叶太小，也适当的叶数就四到五叶以上基本是 OK 的啦。那现在这个苗已经种完了，种完之后啊，要记得这个土啊，把它填到跟这个一样平就好了。我也怕会积水，跟它一般的不一样，所以说这样填平哦，要记得做这个动作啊，不然这个凹陷水又不一，跟我们种菜种苗那个不一样啊，这个会泡水，怕菜会不会烂掉，因为还没有活过来，它主要根部确定活过来就可以了。啊，最重要的是每天刚种下去，每天早晚至少要淋一次水啦，
你没办法早晚，你至少要淋一次，啊，不然没有水分，怕它没有水分，万一有太阳会枯掉。万一我们碰到太阳，你有浇水，它时间比较慢活啦。啊，不过最近都比较阴天，这个 OK， 这是没有问题的。要等它活过来之后，你再做局部施肥。它还没活过来，你不要急啊，这个根还没有跟土融合长出去，千万不要施肥。那今天这个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